行，这是你的位置。哎，试试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需要什么的话，到20楼行政部去申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好，我走了。你完全没有工作经验，这是部门手册，好好看看。谢谢你。拜拜。吓到你了？我不知道这还有人。你好，我是薛青，我是简瑶。这个就是我这个职位之前辞职的女孩吧？他没辞职，没辞职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红叶山庄的事情。薛青，过来一下。进来的，你怎么能在浴室里做饭啊？你为什么会有我们家钥匙？总是敲门很麻烦吗？那把是我家钥匙。我不想要你家钥匙。我饿了。你又没说你要来，我只准备了我自己的，没你的吃。就算你一直看着我，这菜也不会变得更好吃。这什么米啊？泰国香米。我买了20多种香米来对比，最后选了这种，味道不错吧？
这个电脑后面，就不会不舒服了。到底花了几百个小时在布置这个不到40平米的地方。我乐意，我就喜欢这个过程。看来子玉说的对啊。他说什么？我的确不了解女人。我想终其一生我都不能理解，为什么你这个女人会花上百个小时在这种事情上？这是我对生活品质执着的追求。班巡员，干什么呢？半天才接电话。刷碗呢。才吃饭啊？跟谁吃的？跟薄金言。哦，这么晚还吃饭呀？你俩不会是好上了吧？才没有呢，那我半夜12点还跟你吃过夜宵呢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学数字的事有些眉目了。生理专家利用新的技术又找到了几个新的数字，如果再有进展，我再通知你和薄教授。